女生，我问问你，什么叫慷慨，什么叫挥霍？我来告诉你，说一个人很慷慨，是他把自己很喜爱的东西分享给大家，这叫慷慨。挥霍是把自己也不重视的东西施舍给别人，那叫挥霍。你就属于挥霍的类型。你不要以为你对那些朋友是慷慨，对他是慷慨，你只不过是挥霍，拿别人的钱来挥霍而已。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觉得你挺可怜吗？你交了几个真心朋友？你交了一个什么样的男友呢？我听男生的话，我真的我有一种感慨，我说人呐，这一辈子他这个人的勇气还有没有尽头啊？我这一个男人怎么可以这么堂而皇之的说对我好点怎么了，我防着你怎么了，我容易吗？哎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堂而皇之啊？我觉得你啊有点太欺负人了，还说别人不好，这不厚道吧？我没说他不好。你不口口声声说他不好吗？长得不像杨幂。你们俩之间，我就觉得你啊把你的骨气捡回来，你把你的脸捡回来，就这样。你们自己看吧，你们觉得是爱情就接着爱，没关系。我估计这个节目播完之后，你哥和你爹妈也就不再给你钱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